虽然不大，可同北黎之间也有通商。虽不说客商络绎不绝，但也不至如此景象啊。是啊，我们这都行了大半日了，连一个人都没见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莫不是于师出了什么大变故？这我也没听说呀。会不会是官道改道了？你个小胖虎，你当官道是河道吗？说改就改。你个叫笨货！行了，咱们也别瞎走，这分明就是迷路了。和尚，你不会也不认识路吧？我看过地图啊，这附近的路只有鱼市官道这一条，跟这路走又怎么会迷路呢？这哪里是官道？这分明就是人踩出来的野路。地图上又怎会有标记？这就是你带的路。 问世之不参涅槃堂里禅者，南湖岂不皆路矣？少转文了你！凡夫失其所欲之路而忘行之，则为迷。哎，前面有客栈，去问问不就行了？ 师父。